看看哪个起的艺术品又似又不是很似啦。Hello, 大家好，我阿乐啊，欢迎来到这个竞技拍 Game 64啊。Hello，因为咧上个礼拜嘅机咧咁叻机之后咧，我哋决定咧就做啲有文娱气息嘅嘢，有啲艺术细胞啲嘅嘢，唔好打交啦，好唔好？有咩细胞？系啦 ，D G 细胞。咁我哋嚟咧就去呢、這个模棱两可艺术馆咧，我哋嚟起嘢嘅。大家睇规则先啦。竞技拍 Game 64模棱两可艺术馆。今次呢个游戏咧系参照桌上游戏 Dixit 嘅游戏设计嘅，有少少似啦，但系今次咧我哋唔系估图案，反而调翻转咧就系喺 Minecraft 里面起一啲嘢出嚟嚟估一啲中文嘅成语嘅。游戏开始嘅时候，每位玩家咧就会收到十个成语，每人都要拣一个成语嚟兴建相关嘅艺术品。起完之后咧就拉大队咧，全部人去睇逐个人嘅艺术品啦。跟住要做嘅嘢就系咧，除咗原本嘅答案呢个成语之外咧，其他嘅玩家咧都要喺手上面自己有嘅成语度咧拣一个最接近呢个艺术品嘅答案嚟，加埋落去嘅答案度，变成有六个答案嚟扰人视听，等人嚟估下究竟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嘅。跟住咧就系除咗艺术设计者之外咧，其他玩家咧就投票觉得边一个系真正嘅答案嗰个成语啦。投票完之后咧就系计分啦，而计分咧就系今个游戏嘅精妙之处嚟嘅。模棱两可艺术馆嘅原意咧就系希望你嘅展品咧只有一部分嘅玩家估到你嘅用意，而一部分咧系唔知道你起紧啲乜嘢嘅。任何估中真正答案嘅玩家咧就会得到一分啦，而设计者亦都会得到一分嘅。如果任何玩家估错咗嘅话，提出呢个扰乱视听答案嘅人咧就会得到两分嘅。是啦，因为我哋话咧呢个游戏系想只有一部分嘅玩家估中嘅啫，所以唔可以起得太明显嘅。如果全部玩家喺同一回合都估中咗个真正答案嘅话咧，每一位估嘅玩家都有两分，而艺术设计者咧就自己就冇分噶啦。但系相反嘅话，如果冇任何一个人估中呢个艺术设计者嘅答案嘅话咧，咁呢个回合都系一样，除咗艺术设计者之外咧，每个人都会额外得到两分。就系咁啦，我哋一齐睇下你哋嘅艺术细胞点样啦。系啦，全部人跳嚟跳去之后咧，睇完规则之后咧，我哋嚟开始啦。做甜片非常之简单，同埋我哋尽量冇人讲嘢，加啲成语落去啦。我哋今日讲嘢，而家加啲少少声。我好文系。我哋呢个游戏一张咩积发啦？唔系积发啦，系积等嘅游戏。政治刑警教你。系啦，咁咧每人拣一个台咧，而家有三四分钟嘅时间咧，起你选择嘅字嘅，咁就系咁啦。我哋全部人自己就系准备。发挥你嘅无限创意，唔系拣啲最容易嗰啲噶，系拣啲有啲难有啲唔精怪。系啊，拣最容易嘅扇自己嘅咋。我嚟啦，可以开始起啦，三二一起啦，我哋起，唔系限时嘅，你中意点咩点咩。好啦，就呢只啦，就决定是你啦。又唔可以起得太咩喎，又唔可以起得太容易喎，已经俾人估到晒啦，大剂喎！起啲奇怪嘢得噶啦，唉，时时但但起几嚿嘢咪得咯，有嚿嘢喺度就得噶啦，其实系啊，你起嚿嘢出嚟得噶啦，冇乜限时嘅，总之全部人起晒就得 OK 噶啦。OK， 咁快嘅。大家又知唔知道一堆金再加碳水，点解会等于一串光阴一串金咧？哇！好似起完。我觉得企鹅会输紧噶，系睇下先。系啊，我哋呢个玩两 round 啊，今次好啦，搞掂嗰啲我哋中都系飞下。我系抽象派嚟噶，抽好，我一啲都唔抽象啊！死咩音乐噶？好艺术喎，呢个抽象派嚟噶，识条铁咩？真系哇，简直咧！哇，好有艺术气息，个个都好有抽象喎，好有抽象气息喎，真系果然个个都系梵高嚟噶。抽象派要改嘢啊！系啊，多咗一个 pixel 都唔得噶，要慢慢执噶。嚟啦，翻到嚟啦，咁咧我哋第一个参展嘅就系阿黑嘅展品嘅。咁我哋每人睇一睇，然后拣下我哋自己九个答案里面有边个最适合佢啦。阿黑有冇嘢解释下你个展品啊？一句说话。哇，好多嘢啊！点解咁多个你？哎，我放落去先。好，放噶啦。好啦，我哋放落去啦，先啦。好多嘢啊！睇下先。
企咁行开啲人，好有深度啊！呢个问题真系，我掉佢嘅咋，深度好有远见啊！齐诶阿黑 check 下齐答我未啊？未啊，等阵先啊，我谂紧啊，好艺术啊，揸个劲啊，就决定是你了。讲啊讲啊讲啊！喂，讲啊唔讲我哋咩嚟噶？讲啊！八面玲珑，同埋呢个咩浑水摸鱼，千变万化。仲唔系千变万化？木不识丁，比比皆是。喂，比比皆是个咩叫木不识丁？卡超点解唔识丁嘅？所以你个千变万化先啦，喂！我都睇过千变万化标，千变万化才是王道。顶头千变万化，诶，个个揸票，我仲唔跟啊？阿黑系时候开股啦！哇，好多嘢啊！有冇搞错啊？咁都估到嘅，得啦，咁系千变万化啫，冇分啊，濑嘢啦 ，oh no！ 咁咧就每人有两分啊，除咗黑之外，啊每人攞翻个答案先，每人攞多一个答案啦，每人有九个答案嘅，咪揿机啊，揿个新答案，揿机，抽蛋，唔识，冇得拣啊，唔俾拣啊，揿机啊，阿郭徐文过嚟睇阿 Siro 嘅字幕先，阿 Siro 有咩解释啊？呢个啊，对牛弹琴啊，喂！就有，又好似系睇嘅喂，咩睇啊？一估到啦，仲唔系对牛弹琴？实一跟 TV 就一定冇错嘅系。唔可以再讲啦。非黑即白啊！非黑即白 ，OK， 佢就讲埋答案俾你听。好，我哋而家摆答案落去啦，唔该各位。睇下先啊，咁啊，求其摆一个啦。都系求其摆一个啦，哎，我求其噶咋？哎，得啦，仲唔系摆呢个啦？好白咯，讲出嚟。芝麻筋唔可以只估到，唔可以讲出嚟啊嘛！虽然估错啫，阿啲真思维有冇分咯？好嘢，砌咩啊？未啊，系其实我唔应该讲出嚟嘅，唔好意思啊，真系，对唔住，唔使唔好意思嘅，出口字，唔使唔好意思，太易估啊，唔会。好，答我啦。冤家宜解，宜解不宜结，唔知咩嚟嘅。啊，只牛应该冤家，一气呵成，气呵成，一定系一气。害群之牛，呢个好似马嚟嗰只。对马弹琴，点啊？两个害群之马，两个害群之牛嘅。你点解又两个害群之马？系咩？喂，两个害群之马喎，你系咪摆错咗啊？冇个队友排名点估啊？呢两个害队友弹琴咧，唔系唔系唔系，个队友弹琴咧，队友弹琴，队友弹琴，三个咧，变咗嘅，队友弹琴喺边啊？队友弹琴咧，哎呀，哎呀，谂都唔好谂啊！仲争个答案啊？喂，阿 Siro 仲争个答案啊？喂，咩啊？冇啊，得六个啊，仲有一个咩？六个咯，哇，系啊，你唔够抽象啊 ，Siro！ 讲明六个，咪呢个咧？一气呵成咯，唔系啊，又一气呵成咁多一气呵成，又一气呵成咁多，之后呢个系唔紧要啦，唔重要啊，算啦，唔紧要，耶，每人两分，耶，唔紧要，每人两分啦，加分啦，耶，好啊，奇哥有咩解释啊？哇，后面嗰只嘢系咪好靓咧？哦，好啦，就你啦，抌落去先，抌去耶，过啦，睇先啊，留一谂先。嗯，喂 ，T-John， 喂 T-John， 听讲咧呢条问题好难嘅，系啊，真系啊，好，睇我估唔估到，有得有得跟咩啊？答案齐啦，马嚟啦，齐啦，咁咧第一个咧就系挂羊头卖狗肉，唔系啊，你都未讲，挂兔头卖狗肉，讲咗啦头先啊，佢话后面好靓，我咪话后面嗰个系咪好靓咯？咁滑，挂兔头卖狗肉，第一个好滑。挂头头埋咁样，跟住咧，第二个咧就系咁大个羊头喺度，窝边草。跟住第三个咧就一事无成。嗯，呢个咧呢个喂一事无成，喂呢个成好似一事无成咯。第四个咧就系奇装异服，奇装奇装异服，仲系有个奇字喺度嘅。我呢个第五个先啱，系不知死活。咦，都啱都啱，我投呢个，讲笑。做咩咧？摆定嚟都做咩？攞笑咩？咩啊？无骨悚然咩？形容佢嘅咩？我其实我好想投呢个啊，不过咧都系冇啦，都系冇啦，都系投翻嗰个啦。我觉得大家真系非常之好咯，嗰啲方。诶，呢个啦，就呢个啦，唔好拣啦，呢个啦，嗱，其实咧答案咧太明显啦，实在。奇装异服啊，梗系。好，开估啦，系咪无骨悚然啊？唔系。
佢系不知死活啊？唔系，唔系，奇装异服啊！不是老仔，哎呀，又冇人两分，耶！喂，阿乐啊，阿乐，我哋可唔可以下次 all in 啊？每一次都我掌握得唔系几好啊！你答我先，好到我呢个好啦，等我解释一下先啊，全部人。就是要专注呢个嘢冇嘅嘢嘅，唔系有嘅嘢。打麻雀冇嘅嘢，冇嘅嘢，哦，冇嘅嘢。讲完冇嘅嘢，嚟啊，得未啊？识即是空啊，空即是识啊，系嘛？呢个先，等先，思考阶段就决定是你啦。第一个，好嚟啦。第一个咧就系损人利己，第二个系一模一样，应该一样，一模一样。喂，头字。本末倒置。第四个是四大皆空，第五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有两个都好似人面兽心，我受伤摆错咗添，喂，人面兽心啊喂，就决定是四大皆空啦，梗系一模一样啦，你睇嗰四只一模一样嘅。系啊，唔一样噶。你睇个栏杆，你睇个栏杆唔一样啦，已经个栏杆系嘛？好啦，完啦，我哋嚟啦，落雨啦，我哋全部买定离手啦，买定离手，好。是时候开股了，答案呢就是、四大皆空的，恭喜晒。耶！边个系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有分喎。好嘢！我投噶，我边个买？边个开嘅一模一样系？我摆噶。你唔可以投自己嘅喂，唔可以嘅咩？你知道答案唔啱嘅，点解可以估？点解可以投自己噶？系咯，唔可以投自己，好矛嘅。唔可以自己，可以咁样试人啫嘛。咁样试人先啱噶嘛。耶！咁我哋投投啱咗嘅有几多分啊？投啱咗有冇分？投啱咗有一分。投啱咗，啊真系冇分啊！咁啊，唔好意思啊。呢个系边个噶？呢个系嘉臣。哇！呢个我嘅。极度抽象，摆到明一模一样啦呢个。抽象呢个咧个提示就系提示就系村民其中嘅声音。你有牌喺度喎。哇！好抽象啊！呢个真系。唔通系？有潜质，有潜质。好，争我啫，放埋落嚟啊！放埋啦，好齐晒，齐啦。好，第一个九牛一毛，第二个一见钟情，我一定好中意佢啦。一见钟情呢个，哦。第三个金玉其外，拜咩啊？拜咩啊？拜水拜其中，我中文差唔多，拜水其中。我中文差唔多意思。第二个好明显系。平分秋色，礼尚往来，关村民咩事啊？请问关村民好嚟啦，全民投票。哇，即系冇，哇，唔知投边个喎？今次真系，再拣一见钟情先，都系唔好啊。礼尚往来咧就，有啲咩？我拣呢个，有个金牌添，有个金牌。等先，思考阶段呢堆嘢。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你换开嘅仲喺度。嗱，喂 ，all in 一齐 all in 呢个，邓嘉臣冇分，搏一铺。all in all in， 搏一搏单车，嗰台就系呢个啦。你哋全部去加分啦，考古，你全部去加分啦。全部入嘅，答案啱咗啦。耶，系咪两分啊？我哋每人系啊，每人两分啊。黄金加水例如咩咧？唔通系阿基米德的玉盘？嗱，我讲下有咩提示先啦，就系黄金加水啦，耶！好劲喎，一定呢个提示咁样，哦，系咧，好咧，哦，梗系呢个啦，系，咁啊，梗系呢个啦，睇下先，睇一个药箱里边，我未摆啊，我未摆，哦，我知道，我知啊，咩金加水，金宝绿水，金宝绿水队。你又唔可以再提嗰个字眼噶？金宝绿水系咪齐晒啦？投晒票啦嘛？唔可以再得啊！广告嚟啊！嗰个字眼唔可以提噶。好摆啦。咩嚟噶呢个？第一个一寸金饮一寸金，第二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第三个机不可失，第四个打铁趁热，第五个火上加油，最后一个就系石沉大海啦。好难，呢个啱啊！呢个完全系就系咁啊！应该系四海，果然系抽象啊！四海之内，四海之内皆兄弟咯。
哇，真系又海又金。打铁趁热又好似系、啊，火上加油又好似系、啊。点会火上加油咩？好似系啊，根本四海之内皆兄弟又好似系、啊。其实全部解啲咁又好似系、啊，究竟系边个咧？唔系兄弟，肯定唔系兄弟，唔系兄弟咩？唔系兄弟，肯定唔系兄弟。喂，又爱伊啦。好啦。开股未？答案系乜嘢？呢个波波，第一个就系一寸光一寸金啦，耶！耶！即系有分，你解释下。知啲水系代表咩啊？其实我都唔明噶。知啲水系代表咩啊？兄弟，我啊，我系打啲衬字啊。边个系四海之内嘅兄弟啊？我啊。阿黑同埋 C 罗都有分啊。一系啊，阿 C 罗。咁我有几多分啊？我有几多分？你有三分。阿 C 罗加 D 有三分。如果中嗰啲自己加分啦，有冇分啊？哇！企我，我跣咗佢啊！企我 YouTube 耶！好啦，嚟啦，暂时我哋总结啦。我哋第一 round 之后咧，系 TD 俊暂时领先一分嘅，领先我一分，我第二名，第三名。诶，等先，我哋最大机会攞到 YouTube 奖系唔系企我？乜嘢争两分啫嘛，都唔系好多啫嘛，两分啫嘛，两分都唔系咁低分，都唔系 YouTube。你望下隔篱 TD 俊嗰条先啦。我哋系时候清一清我哋嘅指南本啦，我哋而家再嚟个。诶，好，下一次嘅展期咧就会系一阵礼拜，好似系一阵，应该系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翻嚟再参战啦。好啦，好啦，拜拜，好啦，拜拜，拜拜，拜拜。